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糖，今天是表弟奶瓶的生日，我要去赚钱给奶瓶买一栋房子当生日礼物。表哥，你大清早去干嘛？哎呀，糟糕，是奶瓶被他发现了，就没有惊喜了。奶瓶，你给我滚开，今天宝哥不想见到你。表哥，你哼，我也不想见你，再见。哼哼，这个臭表哥果然不记得我的生日。还好，赚钱去呢，先去矿山挖矿，那个比较赚钱。哦，这些钱应该够了吧？嘿嘿，去买房子呢。B 屋，不行，会冷到小宝弟的。红山房，不行，太垃圾了。蓝色水晶太矮了，就一层。哎，这间房子还行。还可以进来参观，不错，家电齐全，但是是竹子，安全性不高。什么人在里面？给我出来！是我。好啊，那个小恐龙竟然敢偷东西！我没有偷，我是来买房子的。废话少说，你已经被逮捕了，走。这算什么戏嘛？完了完了，今天表弟收不到我的生日礼物，肯定会很伤心的。警察叔叔，你放我出去呗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。我叫你的亲人赎你回去。警察叔叔，怎么回事？你表哥因为偷东西被关起来了。啊，我这就来。哼，你个臭表哥，没想到你偷人家东西，你真是不要脸。啊，奶皮，我没有偷，我那是……是什么？你都被人家警察叔叔抓起来了，还狡辩。啊，臭表弟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呵呵。